新闻首先来关心布袋镇消息。每一届突发性的停电，拢会造成布袋基地地区用一批温大量起降死亡。对此，立委蔡宜非常的重视，邀请台电公司相关人员到布袋镇来办座谈会。蔡宜也要求台电公司应该恢复过去同款，基地区所应该有大夜班的值班人员，以便因应突发性停电抢修，和居民的损失减到上少。每一次大停电对于爱依赖着水车增加水中将用的养殖业者来讲，根本就是杀手锏。为北到南、石斑、龙胆、泰国虾拢有损失，就惊停电变成常态。养殖户讲，这根本无法度继续生存落去。对此，立委蔡依依也邀请台电等相关单位伫布袋镇召开座谈会，会中要求台电公司应该恢复过去同款，伫二德区所应该有大夜班的值班人员来。就咱台电遮所有诶吼，咱诶处长，啊，着咱地方遮台电诶经理咧，主要就是要讨论吼，即卖咱诶吼台电的一个修复中心，啊，咱即卖烦恼诶就是讲，这个修复中心之后，因为它是设在特助诶五岛湾，所以整个修复中心咱担心夜间的时候，吼是不是到布袋新闻遮吼，迄车程要超过30分钟，啊，这30分钟事实上对咱诶养殖户渔民来讲是分秒必争，这个30分钟就会造成很多财产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希望台电公司可以考虑在夜间仍然是要在像过去一样在义竹这一个义竹区所，然后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个大夜班的留守人员，这样至少在晚上紧急要修复的时候啊可以就近来修复啊。台电今天也有把咱的意见来听落，啊要做这个这部分的逐步调整。好啊，所以嘛是一家吼啊，咱家的乡亲欢迎家的问题啊，咱做一届来欢迎来处理。蔡宜表示，目前布袋二级地区，若是拄到突发性的停电，拢是破主区所前来抢修。而破主区所又搁位置牛寮湾，开车到新港、北港啊等偏远的庄头，车程也要30分钟左右。而这30分钟便造成严重虚假死亡，而损失惨重。为此，要求台电应该恢复过去第二级区所有大夜班人员值班，以应应突发性停电抢修。最新新闻就来。新闻报道的采访报道。